好，大陆《我是歌手》节目现在真的很火红，就连模仿节目都跟进，特地来开辟整集节目来模仿。其中大陆有歌手来模仿辛晓琪，从脸部细微的表情到肩膀抖动的方式都学得很透彻，甚至还模仿辛晓琪的痛哭桥段。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首《领悟》勾起台下观众无数回忆，有人跟着大声唱，有人情绪激动，泪流满面。不过现在辛晓琪有分身。从脸部细微表情到肩膀抖动方式都学得惟妙惟肖，只愿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任你追逐。哭了。最后辛晓琪唱到落泪都变成模仿桥段，不过我是歌手捧红的还有他。可在热泪顶着超级爆炸头，夸张的表情和唱歌方式，男扮女装模仿曾经是台湾媳妇的黄绮珊。大陆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》红透半边天，模仿节目也来参与咖，使出浑身解数，特地开辟整集节目来模仿，就是要跟上现在最火红的话题。中央新闻综合报道。